之铁总，欢迎收看今天兄弟小事之谁是游戏王。今天还是来了 Happy Birthday to you，Happy Birthday to you。OK， 牛哥，感冒，身体极度不舒服，极度哦。我们会分两组进行，一组的队长是来，那一组是来。先知道，先。皮皮，我要先皮皮。你玩过吗？你玩过派对吗？还没有。好，那我就我跟小朋友 PK 一组。我让你。拍的拍的，这我没，这我没。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哎、欸，这感觉很爽哎、欸，这感觉对、欸。谁是幽灵？谁？站出去！哎、欸，我要。怎么摸？怎么绕？怎么？哪里去了？可以可以可以，保持没有事。没错，好适合拍这个刀。哦，好爽！对，后面被赢了。要快攻球，他先讲哎。快攻球，快攻球。还没见风吹过来，他回到我。动动，我看动动动。啊，这我这我没拿，还要打自己同胞啊！真的，有点快了，为什么那么慢啊？好了好了。错错错！哦，他这么高，错！你们很强哎，他是佛轮佛轮，哎真的哎，哎我错了，吹一下就不行了。满足我一头了，不行不行，我没。哇！你也这么轻，我跟你有问题。
很难的，他已经把分数给他拿进来。两比一哦。长这样，直接走。